哟，你们好，我是鲤鱼。我们今天来玩克隆机器人大乱斗。鲤鱼，你不是玩过这个了吗？为什么今天又玩啊？为啥呀？为啥又来玩了呢？因为它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关卡，大剑巨剑模式，可能就是剑变大了一点吧。我也不太清楚攻击力呀、啊，还有什么技能啊，我也并不是很了解。哇，哎，这次怎么一开始我是个61岁的老头子？哇，哎，这个剑看起来真的比以前的好看一点，剑刃发宽，然后我觉得攻击力和攻击距离应该会加大一点啊，好久不玩了，所以说我可能会非常垃圾，你们一定要多多见谅，多多包涵呢、啊。左右，哎 ，Q， 完了，这个技术明显下降，这个剑很缓慢的打敌人，哇，这个剑很慢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剑是坑人的，它并不是感觉很强，哇，攻击力也没强哪儿去啊，我的天哪，我就是觉得它的攻击速度下降了很多，一点好处都没有的，哇。这个人单腿了，垃圾。左，哎，右，这个剑这么垃圾的吗？一点破坏性都没有，看看出没出什么新的技能吧。这两个主持人天天就在这里说呀说，说呀说，这什么东西 ？Armor， 不知道这是啥点。哦，这装甲。哎，我也有他们那种小黄人类似的装甲了。我一直以为是那些机器人的皮肤，没想到是个装甲。有这装甲，我怎么样我就不怕刀枪了吗？哎，这关我知道前面是岩浆。我吃了很多次亏，哦哟，别跳过了，跳过了，跳过了就废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来，你们打吧，你们玩吧。哇，好慢呐、啊！哎呀，卖苞米了。哎呀 ，Victory！ 回去的路呢？应该会出了一条回去的路，不知道一共多少关，最好是能通关，知道吗？我很想要那个奖杯，我想看一下我这个剑的外貌。你等一下。这个剑估计加上火焰效果应该会更帅吧，我试一下。哎，我还是加一个格挡弓箭吧，我很慌，我怕下一关有弓箭啊。等这次过了之后，我们再加个火焰效果。嗨，哎呀，没有弓箭手，感觉还是挺简单的这个关卡。哦哟，来排好队，一二三，谁先被我砍？是你吗？好的，你们怎么变这么强呢？不可以变这么强，不可以。我要是有剑的话，我就把上面的那两个主持人先干掉，我估计这个比赛就结束了。第四波了，一共14关呢。我的天，这是我目前得到的奖杯，还可以吧？我能砍奖杯吗？奖杯砍不掉，应该是纯金的。来，火焰剑。哇，你看这个着火效果的大剑，哇，特别帅。哦，有那个音效听到了吗？呼呼的音效，祭祀才有大剑的风范吗？没有火焰看不出来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哇，你看有弓箭手了，就很恶心。大剑，哎呀妈呀！哎，我怎么把他砍了？不小心的，这就挂了吗？哇，好简单的，好轻松。你们大哥都挂掉了，真的要这样对我们？哎，他们眼睛感觉变红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我好长时间不玩了吗？看他们感到害怕了吗？哇，这两个弓箭手真的好难缠。哇，哎，别动嘛，老老实实的。哎呦。虽然说我有格挡，但是我也是比较害怕他的弓箭射到我。你好呀，小兄弟，着火了吧？开心吗？啊、哦，这个太轻松了。这一次我加啥技能呢？没想好，我还是加弓箭防御，你知道吗？弓箭手特别恶心，必须加强你防御的角度，要不然从你侧面射出的弓箭根本防御不了。先一步一步来，上面应该还有人。离远点，这小兵也不能大意，他们感觉像加强了一样。而且我们的剑本身攻击速度就慢。第二波，哎，我是断了个腿吗？没有。哇哇，这红的了，很恶心。我记得这个红的。哎，他们也拿大剑，我这个也是拿大剑。我现在能看出大剑和小剑的区别了，但是他们是敌不过我的。我最后一个应该很恶心。哎，我现在还没有弓呢，是吧？这关好像不能用弓。哇，这紫色的是综合性强者，但他也很垃圾。哎呦呦呦，离远点，保持距离，下来的时候找弱点。哎呀妈呀，我先下去吧，太恐怖了这个。哎，对，你好。哇，他的是紫色的大剑，好帅呀。我能给你换装备吗？哇，你不要这样，这怎么打呀？他总是防御啊。哇，这也太强了吧。哎，砍到他腿了，还可以，这个样子你就追不到我了。来呀。哎，那怎么打他呢？只能是前砍吗？前砍也会防御啊，这怎么玩？哎，别防了，兄弟。
现在感觉我真正的挑战要来了，我现在已经很狗屎运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玩这游戏很垃圾的，玩完就死了。我怎么还可以点这个装甲？我能修复吗？算了，我加克隆吧，我有点慌。左腿的装甲被砍掉了是吗？这一关有什么？哎，就一个吗？哎，好几个带盔甲的红色小人，哇！刘甜甜，这个太恶心了，我应该带个踢的技能。哇哇哇哇，这惹不起。装甲这么狠的吗？它可以抵挡一次伤害。哇，那个这个就很恶心了，必须朝左腿砍。哇，这都不死啊！我要砍你们几下！哇哇哇！哇，那他们怎么跑得这么慢？因为你们拿巨剑了吗？哎，这个旁边的巨齿也不能弄到，可以让他们进陷阱里。那他们也很聪明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哎！哎呦呦呦！哎！我尽量保证一次不死，要不然很难通关的。哇哇，我已经破纪录了，我能跟他们周旋这么长时间，他们的铠甲都掉了，这欺负人呢。他们人多。哇哇 Come on baby。 哇，太艰难了，他们又要弄什么招数来欺负我。喷气背包来一个，这个样子我们就能喷一喷，快速走一走了，要不然逃脱的方法都没有。我们现在有逃的技能了，还可以啊这一关。哎呀，后面那两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哇，这小剑，哎，他们也拿大剑，这就很好办了。哎呦，喷气，对，你们可以互相打自己的，对，你用你们的锤子打自己人。哎，哇哇哇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打自己人，看到没有？他们把自己人都打飞了，就剩两个锤子。哎，还有两个，你们能帮我把这个小红的打死吗？求求你们了。帮我把这个红的打死。对，哎呀，你们不帮我打，我打了，我打，好好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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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瞧瞧你们这些傻大个。哎，那个小红的飞起来了，你们来追我呀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哦呦呦呦呦，太恐怖了，不行，这个有点难。哇，他们锤子变那么大，你在逗我吗？我的妈呀，快起飞。哇哦，哇，砍掉一个，这纯属是狗屎运，这可以来个空中降落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没有弓啊，没办法打他们。这关我要是有弓箭就好了。干掉一个，就剩这个大锤子了，等他攻击的时候迅速的躲过去。哎，他不攻击什么鬼，单腿蹦了吧少年。太幸运了，我们一半的关卡都过去了，我觉得能量应该多一点，我喷气背包喷一喷就没有了，这个样子我能喷二倍的时间，我觉得很棒。我看不到前方是什么，不敢过去啊。哦，就这个东西，完了完了，这一排的军队利用他们的弓箭杀自己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利用你们的工具杀自己人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再见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样子。哎，打我呀。啊，这自己人都挂掉了。哦，那边还有两个，哇哇哇，哇，哇，真没法玩，射他射他射他，哦，我的妈呀，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呢，哇，这个蓝的，好。哇哇哇哇，好，反射，再反，他还会自己跳起来。你好呀，哎，好，就剩下两个这个了。哇，计策，用什么计策？没有计策，只能硬拼。哇，不能把左腿暴露给对方就好了，他们打我右边没关系。好，干掉一个，弹起。哎，你过来，就剩你一个了。哇，看嘛，好，死吧少年，下去，太完美了，我这次好强。 Yeah, I'm winner。 我们还有一条克隆的命呢，现在真的太强了。火焰剑，再加强火焰。哇，你看我现在这把剑全都是火。哇，你看，太强了，这砍一下地面，地面都着火。
哇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军团吗？没关系，我有背包。他们好像不会喷气吧？他们要会喷气，我就疯了。这好像是紫色的加强，哇、哦，这个恶心。你们的剑也很帅呀，全是装甲，什么鬼？这个装甲还会反作用力反弹我一下，哇、哦，这个很强哦，哇、哦，哎，快跑！你好。我感觉挺简单的，这小机器人好垃圾。哎呦！哇，好刺激啊！这个挑战，可能是我玩的很强吗？哇，太美妙了！我今天是怎么了？玩这个游戏，我一开始录这期视频没打算过到这一关的。还有四关，他好像说下一关都是弓箭手，我有点怂了，我装甲先修复一下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这一关，你看果然都是弓箭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反弹吧，这全是火箭，这怎么玩啊？你们自己射自己人呗，就只能这么玩。你攻击的一瞬间，如果被弓箭打到的话，就死翘翘了。就剩三个了，你们怎么能打自己人呢？旁边没有齿轮啥的吧？我要背朝他们，我的技能没有点360度，只是180度的平面。我、哦、这个人怎么不射了，少年？就剩你们两个了，你们两个还是很好对付的。再见，就剩你一个了。哎，你换剑跟我对峙吗？你以为你有胜算吗？嗯，好。还剩三关，还剩三关，剑的技能和防御的技能全满了，所以说我现在是比较有自信的。哇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龙！哇，我都快忘了这个东西了。哎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是你同伴干死的吗？你同伴干得好。哦，去！哇塞，你这个甩尾巴甩到了，兄弟，你怎么断腿了呢？快起来！哦，你有我的喷气背包牛逼吗，少年？完美，哎，怎么还有人？哇，还有龙啊！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，你快过来。哎，他掉岩浆里了。哇，下一关之后的关卡估计很多这种龙，这个龙太恐怖了，都点克龙吧，多给我留点命。哇哦，都是锤子兵，你好呀，锤子。哎呦，哦呦呦！哎，中间，哎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恐龙战斗机！哇！惹不起，惹不起，大哥，我就知道肯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哇，这玩个毛线，这根本没办法呀。哇哇，少年饶了我吧，打自己人好吗？他还有装甲，这个恐龙都是有装甲的。哦不，好了，就剩你一个了，我等你的恐龙不会吐火了之后来揍你好吗？哇，速战速决，速战速决，这是一个拿大锤子的人，长得比我高一点而已，怕什么？你没有了龙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哇、哦、我不想多说什么了，我太强了。第十三关，加个能量吧。好，我现在三个能量了，我可以随便的久一点。这怎么就这么大点的地盘呢？哎，来吹我呀，傻了吧，傻了吧。哎，他迅速滚开了，这还行。哦呦，你很强吗？你跟那帮人感觉，这不就是之前普通的关卡，这有什么厉害的？骑个龙而已嘛。哎，哦，还有人，我的天哪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，就两个小兵嘛。我不信后面没人，就给我两个小兵而已，不可能。等一下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战斗暴龙兽，没关系，这个我已经看清楚，通关秘诀了，你就快速往前怼就可以，这就挂掉了。我莫名其妙就来到最后一关了，好吧。喷气背包再喷快一点，哇，这不无敌了吗？我手上有着最强的大剑、最强的铠甲以及最强的速度。哎，哦，人多了一点而已，人多，人多，你们牛，对，我赶紧跑。你们自己打自己吧，
我可不跟你玩了。哎，自己打自己吧，不跟你们闹了。哎哎，没打到。气管有点耐心，应该就能过，小心一点。OK。Come on，哎，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哎，你瞅他们像傻子一样，哇！哇，好强啊你，直接就打碎了。你们都没有这些小兵厉害。哇、哦！喊嘛！最后一个，我们通了！哇，我获得了，我终于获得了这个奖杯，太棒了！我看一下，耶，我们完成了。以后我们玩这个游戏，旁边又会多出一个奖杯，巨剑的奖杯。非常感谢你来收看这视频，我也没想到我能过去，知道吗？可能是你们带给我的幸运 buff。喜欢的话，不妨在视频下方点个赞、订个月、关个注、分个享、收个藏，对我的帮助非常大。我是鲤鱼，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